那别吵啊，想办法呀。就是他这个态度，我就我听明白了嘛。实际上面说白了，就是你跟他家里面人在置气嘛，置气直到最后，反正现在就按婚前的协定来嘛。你们不是谈了3年吗？都没看清楚这个人啊。嗯，我俩是认识3年多，然后结婚不到1年，应该是2年的时间。不过这2年的时间，他一直对我挺好的。对啊，那他这个伪装的也太厉害了吧。 说在他家的事情上，所以你还是觉得他的心没跟你在一起吗？这大概就是再婚家庭的困难嘛，就是每个人都在拨弄着自己的那个小算盘嘛，算的都特别精嘛，是不是这意思啊？我听来听去，其实我也不是说让他在金钱上怎么样，我能嫁给他就是因为他对我好，不不，然后我也因为这个事儿是变的嘛，咱别刻舟求剑嘛。先生说的特别现实嘛。 我过去是要到单位看你的，因为我们只能在单位见。你单位楼下有卖栗子的，我给你买。现在我农忙的时候我回家了，我平常咱俩是住在一起的，我们生活在一个屋檐下，我咋还给你天天买栗子嘛？那为啥就不他的行为就变了嘛？那是个日常生活，那是要去约会嘛，是不是啊？他那会儿去看你，是不是约会啊？现在不是日常生活嘛？您提了要求，人家不也买了吗？ 所以你对那个的期望值是不是过高了？你对所谓好的标准，是不是你的期望过高了？这是其一，其二是打你们结婚开始，是不是两个家就没有合在一起呀？没有，一直是他在我。对吧？因为各自心里面都有一些小算盘嘛，还是那个嘛，各自都在算自己的账嘛。 所以你们俩真的要听听老师们的建议了，看看怎么办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